双掌有预备式的姿势，提起收至腰间，身体左转，吸气，重心后移，前腿伸直，脚尖勾起，双掌提至自己的肩前方，两肘要内合后顶。呼气时重心前移变成弓步，同时双掌缓缓地向前推出，意念将前面千斤巨木巨石推动，然后再吸气重心后移回收，呼气前推，如此一吸一呼为一组，可以做9至18组。注意吸气时放松，呼气时要用按劲儿向前推出。